Gary Cora 吵架谁赢？我们通常都吵架，就算吵架也是先，要怎么讲？可能吵架一定会有争执嘛，但是也不是说吵架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，意见不合，那就先双方先冷静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双方先冷静一下，然后想一下，我都会就是让自己冷静一下，然后想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，然后再解释说为什么我自己当下心里的感觉。谁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不然你当下其实，要怎么说？我觉得两个人之所以会有争执的地方，或是吵架的时候，都是因为觉得说自己没有错，自己觉得自己是，哎，等一下，选个角，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，就这样。反正中路嘛，这样，就你觉得我自己。没有错，所以你当然就会觉得，哇，我怎么一点点，你会一直把东西丢出去，然后你当下如果情绪比较激动的人，哇，讲的话就会可能不是很好听。出小罚，不出小罚球，不出小罚球。这版基本上我很少会出小罚球，看角色，还有看，怎么讲，看对面的角色吧，他怎么只有跳一下？这个，不要喂，他太深了吧？哇塞，我们一起吸啊，一起吸就好了。然后记得要跟队友一起吸这个，不要喂，他掉了两只兵，汤我很痛真是不要闹就跟你说我很痛，真的没有在闹。就跟你说我很痛，你还在那里，不要闹头破了啦，回去啦，回去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再见。哈哈，动作没打哟，阿妈有波比。杰克，你的牺牲是值得的，因为你的牺牲呢，让我不会死。然后这个完蛋了，一个巴拉神，巴拉出来。Nope。Oh wow， 前期有点小蜜蜂，直接一个 gan， 一个 gan， 我觉得不错。这个 gan 键也是可以打得出来。原来如此，以后打中话就是这样子打，就不会在那个什么船战有你在什么阿哥的，会战多精彩，应该不是这样念。不要快有大局了。时代 Hello， 他们在录，我闻到了，哇，直接被录光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很痛哇，我突然觉得禁言真的有 OP 沉默啦，沉默真的 OP。到底是谁会讲禁言啊？哪个老头啊？再往上走，是一个 trouble 吗？ trouble maker？ 不要不要我很痛。自杀炸弹客，嘣！有没有看到我这伤害？刚刚那故意下面打了起来。你赶快走啊！快走！走！来吧，瑞克。It's time to hero。真的超痛的啦！不要啊！你好痛啊！是你痛啊！有。That's a bitch。所以 ，nice。这个人真的很欠杀。看一下，但他还是有死神镰刀，应该是有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死，虽然死了一次，但我不知道他那死是什么时候死。突然遇到排狼，他就给他 close， 给他放，瞄他到很没跳到很尴尬，没事啊。我还是把上塔给玩掉了，冷静判断，冷静处理。哇！咿呀诶！禁
元。十 ，nice。我真的好猛。好，来，来，嘣！你刚刚是伤害了吗？自杀大丹克的伤害，那个小心的，Take her, what's that? 那种感觉，我直接不接。Oh, look at the class, look at the moves. Take her, what was that? 欸，人在里面。是在 Hello， 直接死去。他们两个被我卡在这里。Hello， 不要欸。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救救我！哦耶！哦哇哦！好秀哦，队友们！全部过来，全部过来！就是这么风骚的男人，没有再给他后退的啦，让他们完全处理不了，我血又好了，好吧，我们吃这个吧，不跟你们耗了，来吃这个，哎、欸，哇，马路母汤，哇哩嘞个去，打个兵线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是有我在。他被我Joker到死。我正朝动，有看到吗？突然是突然懵逼。啊我血嘞，怎么不见了？我刚如果皇冠他就死了，而且在一打三的情况下，是，呵呵，欸，不要欸，玩两只，他们很气，看一下，跳了吗？超无脑，我真的是世界无脑角，太无脑了吧！我这次他们完全没得处理我，想处理也处理不了，然后就一直 poke， 一直 poke， 现在有一个皇冠。然后再杀最后一次，秒掉，超痛，超扯，太夸张了，这小子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哎，我没有卡，哎，怎么可能？31%，随随便便打就31%，超夸张。马加不适合凯撒了吗？他兵线啊，拿去打兵线。只是我这场看到对面选那一种前期护农的角色，我就想说，欸，那我也选个前期护农的角色了，就不用怕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因为之所以马加不太适合走中路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前期烂，通常中路会选那种前期强势角，